相信在复活节假期一定有很多朋友会去旅行的啦。当你们在机场等上机的时候，有没有留意到身边有很多很漂亮的复活蛋呢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复活蛋在机场的呢？其实这个是一个名为携手画出生命的色彩的活动。今次的活动其实是机场和我们澳门富康会一起搞的一个活动，由一个复活蛋的活动。咁我哋富康會都有唔同嘅會員過嚟，有啲係精神康復者，有啲係智障學員、自閉症嘅學員，同埋一啲義工啊，同埋我哋富康會嘅職員啊，咁一齊由呢個每一隻嘅復活蛋咯。呢個活動咁我哋啲學員都好 enjoy 去由每一個顏色啊去完成每一件嘅作品。喺機場呢十隻咁有意義嘅復活蛋，我相信大家唔會錯過同佢哋合照留念嘅機會。咁記得快啲同佢哋影翻張相咯。Good.